三角形 ABC 当中，角 A 是150度。好啦，先画一下吧。150度是钝角，所以不要画得太小。再来 BC， 好来 ，B 边是 10， 所以对应到 B 角的就是 10。C 边是 20， 所以对应到 C 角的这里是 20。求三角形 ABC 的面积，我的图画完了。我要求面积，我有什么？我只有三个数字，两边加一角，所以呢，它就只有一个公式可以用。好，那就是用正选择下去做。来，三角形的面积就等于二分之一，两边加一角，所以就是二分之一乘上两个边，就是乘上20乘上10再乘上 sin。夹角，好，所以这里呢就等于100乘多少？ sin 150度是多少呢？150度就是180再退30回去，所以我们的参考角就是30。最短一，最长二，剩下根号3，第二象限，所以 x 的部分是负的。那我要的是 sin 的值，所以 sin 的值呢就是二分之一。好，所以100乘上二分之一，我的面积呢就是50咯。